中国我属柴曲方跳蚤圈上龙袍。从前有个国王养了一只大跳蚤，跳蚤圈上龙袍把国王熬跑。从此文武大臣只向跳蚤朝拜汇报，王后也因跳蚤全身瘙痒难熬。如今跳蚤、蟑螂、蛆和恶傻子七个小矮人都登上了大位，无论什么货色，只要穿上龙袍就是龙。于是温病由动物堆里传播开来，刚刚送走了一个蛤蟆。